嗜血眼神 ,C 罗命中注定的第三个球，直播吧。6月16日讯，比赛还有5分钟了，距离门线 25.7 米，不能用脚尖，要带点内脚背。皮克和布斯克茨跳起来大概 2.46 米高，要内拳，不能太高。考虑德赫亚吗？不必了，绕过布斯克茨的头发就是极致，深呼吸，就像在巴尔德贝巴斯那样，一步两步三步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球进了，3-3，白川。